别让我们用这个能进入别人梦境的机器，去看看小豆到底有什么秘密吧。啊，说不定知道了秘密，为了考第一名。哇！想到小豆的梦里居然有这么大一个游乐园，这里居然还有过山车耶！这里还有旋转木马。这里是怎么改的？我们现在住在什么地方？别忘了，是跳楼机。被谁来看你看的？这是什么声音？这是我家。怎么样？我看见不了。在梦里的游乐园里，有几只可爱的小动物走散了。